园，这什么样的鲍鱼面好大呀？这是河蚌，那里面没有珍珠，这肉挺大的，这个没珍珠。这一口肉吃下去肯定很爽。哇塞，来了，看看这个肉好大。好了，饭做完了吧？来，都回家了。先给这荷包肉打个花刀腌一下。放点姜丝、辣椒，倒点料。吃河蚌一定要配上粉丝，来，先把粉丝给泡软，放点葱和姜。来，过来吃呀！雨儿，你别天天只知道做好吃的，给咱快手的朋友准备点福利呗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是为了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支持啊！雨儿给大家准备了一波大福利，现在进入站内 APP 搜索雨儿，就有机会愉快翻白 M12，先到先得哟！记住是雨儿哈。嗯，好香啊！雨儿，我们不是洗了6个吗？我自己洗的话不知道吗？我不管，反正我要做出去的。想多吃就直升嘛，姐姐不给。